大家你好，我现在在澳门，就是澳门大学呀。你看那边，这是珠海，广东的珠海，所以在这里有一个，怎么说中文？我忘记墙，我，所以这里以前是中国大陆的地，可是澳门大学卖了这里的地，做一个新的大学，所以大陆人不能过来这儿。如果他们要过来，需要办签证什么的。今天好漂亮啊，那边是珠海。我现在没有中国的签证，所以不能去。没问题，好漂亮，我两个地方非常好，我非常喜欢中国。好嘞，再见。